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 RN与 RN 频道，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刘克轩拍过的电影。咁今日就由1949年开始讲起。1949年刘克轩拍过的电影就是《满天神佛》、《姑嫂坟》、《武则天》、《一剑就定江山》、《蜀山剑侠》、《红孩儿大战五龙公主》、《查理游地狱》、《伦文聚卖菜》、《咬碎灵芝》、《怪侠飞天龙》、《七剑十三侠》的上集、《卓文君夜访双鱼》、《吕洞宾三戏白牡丹》、《罗公春色》、《济公活佛》、《卖肉救家姑》、《铁罗汉勇救玉观音》、《司马夫大破蜜糖党》、《飞燕迎春》、凄凉姊妹花、七剑十三侠的下集、夜雕白芙蓉、猪八戒打烂盘丝洞、石鬼仔出世、我爱薄情郎、夜祭雷峰塔、桃花大侠、叶海痴云的上集、守得云开见月明、客途秋恨、相依为命、玉面霸王、吕布气雕闪、敲打红娘、慈母杀娇儿、小青吊影、玉阵撞龙追、牛郎织女、梅花女斗法、武松血溅鸳鸯楼、辣手碎情花、梁天来、空屋相思、黑妖妇、大闹港昌隆、六月飞霜、金罗拜相、周氏反嫁、海角沉冤、血染断肠悲、哪吒梅山收七妖、方世玉胡慧乾三探武当山、小侠艾虎、金丝蝴蝶、三娘教子、大破百年教、石秀大闹翠屏山、万里长城、叶海痴云下集大结局、玉山藏坦记、封神榜之一大破黄河阵、火烧玉石琵琶精、真假方世玉。咁呢套就係1950年㗎啦。夜半钟声、火烧红莲子、飘零两姑女、李铁北海斩妖龙、绮罗春梦、魔鬼家庭、侠盗黑海棠、六道河仙姑、脂粉豺狼、梁冷艳的上集、
金玉露棒打薄情郎，江南八大剑侠，白蟒占龙宫，天魔女三气祭癫，济公三气华云龙，血海风，风流寡妇，云断蓝桥，天涯歌女，梁冷艳的下集，天涯何处再相逢，大破同网阵，烽火送慈云的上集，暴雨寒梅，千古女儿千古恨，长断十八年，红娘子，井底冤魂，花街慈母，天魔女大战牛魔王，宋江怒杀阎婆惜，东城西走，豹子头林冲，小罗宾汉，凤娇投水，荡妇杀妾惨案。跟住呢就是讲到1951年啦。1951年就有方世玉正传，十二金钗戏玉郎，断肠母子心，银河飞马，一帆风顺，恩重情深，皆大欢喜，对错衬家，三打祝家庄的上集，江雅璇打老虎，连我连兄，大班周，谁怜后母心，歌远香云，真假玉面霸王，春蚕燕未归，三打祝家庄的下集，七虎渡金滩的上集，七虎渡金滩的下集，银河飞马，霸王鸡乸，情困舞潘安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刘克轩的演艺生平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休一休息。喜欢呢条片的朋友，请你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 RNULM 频道。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刘克轩的演艺生平。咁下一集咧就将会由1952年讲起啦。好，拜拜。